今天我准备用搅拌机自己做一个黑芝麻糊，然后我这边有一点剩的粗粮米饭、白糖、燕麦片，还有黑芝麻。这个比例我是凭感觉来的，我不是很确定能不能成功，今天来做一个尝试。我害怕这个燕麦不熟，所以因此在平底锅，然后把它们稍微炕一下。新鲜制作的燕麦黑芝麻糊好啦！